嗨，大家好，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的是如何制作这个 3D 立体的这个字体。我是使用这个 canva 这个免费软体这个软件。首先先让我们去 template， 我们寻找这个 business 的第一个 presentation， 当我们 click 进去的时候就会来到个空白的页面，可是我之前已经先做好了，所以我在这边就把时间给缩短。首先你会看到的这个我们如何制作这个 3D 立体字体呢？其实它有好几个不管是字体或者是格式或者是虚化的方式都有，所以在这边的话我就来和大家分享。首先只要把英文字或者是中文字体打上去之后，在这边在最上方这边有个 effect， 就是效果。效果这边在2020年的这一年里 canva 提升了它的这个功能，所以在这边我们按到 effect， 它会有出现没有任何的就是原本的这个情况。第二是 shadow， 就是影子，在这边让我们 zoom in 看进去，它这边就有个影子了，所以这边它就自动帮我们就是跟我们处理了。在这边我们能够切换它的这个距离，就稍微扩大，当然我们也可以调整，或者是这个左右上下，或者是这个模糊度，或者是这个透明度。 OK， 在这边它还我们去看第三个 Leaf 基本上它都有这些选项，或者是这个中空 Hollow， 这字这边中空，它还可以调节这个是稍微有一些透明度跟影子， OK， 它都可以进行调节。这是2020年的 canva 的免费版本，当然你们可以选择使用付费的，那个年费的话需要付美金。来，这边还有一个 eco 是尾，在这边我们看到它还可以把影子再拉长，可以从左到右，右到左，上下。最后两个来看，最后第二个这个的话就有阔度、颜色，可是它的颜色供我们选择的是浅青蓝跟这个粉紫，又或者是这个红跟浅绿，最后一个 neon 霓虹灯，霓虹灯的效果，这个是白色灯光，都是很不错的，可以用在我们的设计广告或者是一些教学的文体文字，吸引一些观众的眼球。 OK， 这是其中第一个我要和大家分享的2020年 canva 新的这个功能。第二个就是刚才我所提到的，在这个 effect 里面我们看回这个 bridge， 它只有这有限的这个颜色选择。 OK， 所以这边我会做了一个很比较不一样的。首先我把前面这两个把它删除，这是最基本的一个，然后我们进行复制。复制我们有两个方法，第一个是在这个原本的字幕按右键老鼠按copy and page 就会多一个。 OK， 这个的话我们可以跟着自己的所需要的颜色来更换，比如说白色就用粉红，不要，因为它之前已经有个红了，不，我们就放别的颜色，我们放绿。 OK， 我们放绿色，在这边我们只要稍微向左移，
就行了。然后我们还可以除了按老鼠右键老鼠，我们还可以按这个右上方的这个 duplicate 备考多一份出来。 OK， 这个颜色我们可以更换成更深的绿，比如说 OK， 我们再把它稍微移一移，这样它就有立体效果了。当然我们也可以向上移，但这边我们要注意的是它总共有三层，所以我们要如何把它放到最上或者是最下呢？来，首先在这里我们按左上角的这个 position， 我们看到这边有两个，下一层下到最底层，我们看这个下一层就是这个样子，再往下多一层就是这个样子。当然我们可以把它调上来最高一层，这个就是，又或者说刚才我们放左，我们就放上，以我们看我们要怎样的一个品牌来做选择。来达到这个效果，这是第二个方法。这个就跟之前的不一样，它的颜色有局限，这个我们就可以自行更换我们要的颜色。再下来，除了字体之外，这个影子落影或者是影子我们也能够做得到。是如何做到的？首先我先来一个空白的，这个就比较简单。我们来到这个 alignment 这边，我们可以去到这个 shape 这个形状这边，用我们喜欢的形状把它放上去，比如说我放长条好了。在这边如果我要直接把它放去中心的话，我有两个方法，一就是按住它拖到去中间上下，直到它出现这个十字粉红线，这个就在中间。又或者我直接上来按 position， 按 center， 再按 position center， 然后我还要放多一个 middle， 这样它就会固定在中间。首先我把它固定起来的话，这颜色我把它换浅色，如果我把它固定的话，就按在上面这个 lock 锁头把它固定起来，这样就不会移动了。 OK， 在这边我再加多回一个跟它一样，不过这次我要把它换成深蓝色。OK， 然后这个我稍微把它往上移。 OK， 这边这个就已经有了这个效果，然后只要加上文字档。这样就行了，是不是很简单？可能我们做些广告标题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用到这个。落笔，再下来这次我们要做的是虚化背影。虚化背影和这个落影是有点相似，可是在这边我已经提到，在这里的这个长方形里面是没有任何虚化功能的。我们要怎样把它做到有虚化功能呢？ OK， 来，我们先来新增一个页面。首先我们还是需要去到这个格子，就有四方形好了，四方形长方形把它变成长方形了之后 OK， 在中间我们要去到上方把它下载。
按这个下键，箭头向下的，它这边就出现 PDF file， 可是我不要 PDF file， 我要的是这个 PNG。PNG， 可是我不敢download，因为这里有九个 file， 九个页面，我不需要，我只是要这个页面。这个页面是第六个页面 ，OK， 我打勾，下载。这个不要，下载完毕了之后，我们要把它上载，在这边你看那个云端吗？我们就按 upload， 我们选择 upload image or video， 我们按刚才我们导入的这个文件去哪个 file？ download，OK， 就是这一张，把它储存起来 ，OK， 等到上载。上载了之后，它就是一张图片，而不是一个四方一个长方形的深蓝色的格子了。OK， 它上载完毕，把这个原先的改成黑色，把它移上。OK， 我们把这个上载的图片按一按，然后这个我们把它拉去填满这个地方，这整个框 OK， 在这边我们就按上面这个 position 位置，把它放进去，把它下去底层，放下去底层 OK， 在这边把它放进去了，这个就是已经在上面，然后我们要怎么做呢？一样把它放上去，可是问题就在这里了，我们 click 回去的时候，在这边我们就可以选择 adjust blur， 大家看见了吗？后面这个变得不一样了，我们就按 adjust，诶，这个又变回来了，这个是原本的形状，在这边就开始变蒙了，这个我们稍微移，又或者说这个我们把它变成蓝色，可能会更加接近 OK， 好了，这样子的情况下就变成虚化了，这个所以我们再要把文字挡，我们要把我们的文字放进去，这样就做到这个效果了，大家都希望大家都能够得到这个新的这个方法 OK， 再下来这个是第四个方法吧，这第四个方法呢就会看到它的影子，后面的影子，然后给它切换不同的影子，这个也好比较容易做得到，怎样做到来和大家分享一下，首先我们先按一按这个，我们可以把这个字的这个大小改变它的这个尺寸 OK， 好了，当改变好的时候我们放上去，切换一下我们喜欢的颜色，比如说OK， 橘色，然后我们备考会出来，这样这个的话我们把它橘色之后把它换成这个颜色浅色，可是问题来了，这个是在橘色的上面而不是在橘色的下面，这样我们就看不到它的那一个3D 立体的效果，要怎么做？去到这个 position 位置，把它按去下方，这个效果就出来了。OK， 同样的道理，我们再备考多一份 copy page，
这个颜色也换一换。刚才我们用的橘色，现在就我们用黄色。然后位置下方，再下方。OK， 这样子我们就看到一层、两层、三层，对不对 ？OK， 我们再背靠对比出来。这次我们要用以此类推啊，这个青黄色位置也是一样，去到最下方。再下来 ，pitch 颜色，我们切换到青色，然后再去到这个 position， 按到 to back 最下方，再背靠多一个，这 pitch 颜色切换，深绿色，去到 position， 去到最下方，这样我们就完成了这个标题。当然，我们方便我们移动。这个标题的话，我们按左边的老鼠键，把它全部框起来，然后按去上方的这个 group， 把它组成一组。组成了一组之后，到时候我们要摆放一些，怎么移动这个标题都没有关系。比如说这边我们要增加一些图片，我们可以。如果我们自己本身之前已经有个别的图片了，我们就可以把它放进去。如果自己没有这个之前的图片的话，我们就要自己上载图片，或者是 canva 自己本身也是有一些免费的图片，让我们选择。OK， 再来这个 editing 怎么做到的？在这边我们有两个，一个是用颜色，另外一个我也是把它备考出来的，就是 copy 出来的。在这边我们要用到的就是 effect， 就像我刚才跟你说的，有不同的 effect 可以使用，然后我只是把它再放上去，是不是很简单？再下来最后一个，这个就有点复杂了。这个的方法呢，是跟之前的这个类似，重叠的类似，只是说我把橘色、黄色、绿、浅绿色、深绿色都把它统一成为了一个颜色，把它重叠起来，就有了这个效果。最后我再把它放上去，这样就会变成长形的这个立体效果。是怎么做到呢？我就在这边和大家再分享。首先一样我们要用到的就是文字档，任何一个文字档都行，没有问题。这个就有可能要花一点时间了，希望大家能够看完这个视频点赞。第一个，我们先把这个文字换成比较吸睛的颜色，就放深绿色好了。 OK， 深绿色。然后现在我还要备考一份，这个颜色我要放成浅绿色，这样的话会比较容易看得见它的分别。OK， 在这边它是这个是浅绿色，是在深绿色的上面，就效果的话就做不到，所以我要把它换位置，这样的话就效果就出来了。首先我们先把上面这个先移开，这个我们要备考三个，一个稍微移移，一个把它放去旁边，它的旁边。第二个，第三个 ，OK， 这里就三个了。再放第四个，再放多一个，第五个。
第六个，第七个 ，OK， 看到是填满了，然后把它全部变成一组 ，group 起来，然后我把它进行 copy in page， 这样的情况下，大家看到吗？它就有点斜角度下来了，然后我再 page， copy and page， 再 page， 再 page， 再 page。在 page 这样的效果的时候，它就会有很长很长的这个 3D 字体出现的。OK， 到时候我再把这一个放在上面。哎，为什么在后面呢？没关系，我们去到 position， 把它放在最上面。OK， 它是最顶了。然后我把它稍微移下来看一看，有没有这个效果。这样子它就有这个效果，可是还欠缺一点，这边有楼梯格子，线条不美。没关系，我们先把这个放上去，我们把这个全部把它成为一组，把它全部变成一组，对不起，这一组 OK。我们就可以移动了。OK， 在这边我们要做的是补好这个格子。怎样做到补好这个格子呢？我们去到 element， element 这次我们就不可以用 shape 了。我们要用的是查这个 grid。这个 grid 的话，我们可以放颜色，可以放照片。首先我们还是一样，我用这个把它缩成长方形，然后在这边我们看到一个左右的，可以把它调整它的角度，把它遮住这个。这个我们要把它稍微放在它们的上面，这样就没问题。对不起啊，大家，这个需要一点点的时间来制作。OK， 在这边我要放的颜色就是它这个颜色。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够没清到了，可是这边还有一点点没补上。 OK， 在还没补上之前，我们先按 copy page 这一格，遮住这个部位，相信大家比较能够，对不起，这个 position 我把它换一换，放到最上面去。这边我们再上一上 OK 大家，这个就是长条的这个立体字体了。这边我们要进行多一次的这个 copy and page， 把它修补掉，修复它，这样这个就是最后一个完成的 3D 立体字体了。 OK， 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看，希望下次可以再和大家一起分享，拜拜。